般我们每个人大概一滴就够了，一滴弄在手上，一滴弄在手上，很珍惜耶，再一滴，一滴，来来来，会弄吧，这样一滴哈，这样差不多了，好，来你帮我做，你自己先做，对，来来来，辛苦辛苦。好，走好。手背要不要擦？都可以，从这个指甲尖缝隙里面。老师。好，就对，这边也弄，所有的，对，有吗？有了，弄一弄，赶快休息三分钟，然后。这些缝隙也弄好，走吧。三分钟啊，静下来三分钟啊。
好，这个我看过，看到很多人在异动，他是一定是高敏感度的，来测一下。刚开始啊，我的手心啊有一阵在震动的感觉，然后从我的手一直到我的背，然后就控制不住，就一直穿到我的顶轮去，然后就好像有一种频率在共振，就不由自主的全身会控制不住。第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，有几个？哎呀，恭喜你们啊！啊，你们吃保健品都要加量啊！啊，这完全没感觉的啊！那这个掌心有点热麻的，有、哦、这个标准用量啊。那这个指尖会痛麻的，指尖哦，有几个哦。那这个超过手腕的，超过手腕的，超过手腕的哦，你要酌情了哈、啊。那已经到你的后脑了，或是你的腰啦，所有东西啦，在那边撞了，还几个？应该是，哈，还有第六个哈，你们是第五个，还有第六个哈。那这个，你会感觉到身上一直在赶床，现在，你好，还有呢，你腰痛是吧？这个，所以它是很准确的，它是很准确的，它会把你痛点引出来。那这种人，我们很轻易的知道怎么来做对策，不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引起的。很不幸哈，我是第五个哈，我还没有到第六个啊，我是属于第五个，我动脉器会在这个后脑勺一直串。我还没有到脚底，还没有到脚底，啊，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这个，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做。高敏感度的人其实吃一点点东西他就敏感，就够了，够了啊，也心这嘴紧了，啊，低敏感度就是要给开始挂紧了，啊，加个嘴的，啊，所以包括保健品要加量，一定要，哦，才会达到那个能量。哎，我们。在我们的食物吃下去了以后，我们都太重视了生化反应。为什么我们很多的一个东西它没有得到这个诺贝尔奖，其实它都没有考虑到能量层面。我引用我的老师，我的教授跟我讲一句话，为什么自由基那么的多人在谈，为什么当初提出自由基这个人他没办法得到诺贝尔奖，他就是因为太重视了生化反应。这个跟这个反应什么反应，他没有考虑到能量是会影响到他的能量整个结果的啊。我们休息五分钟啊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